哎呀，能喝着啊？哎呀，宝啊！哎呀，喝着了啊，喝着，把汤喝了。哎呀妈，能喝着汤啊？咋喝的？哎呀，喝着汤了。哎呀，真能吃哈啊！大家好，你说我吃的怎么样啊？真棒哈，真能吃。哎呀，都吃到脸上去了。好，行了，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给妈妈，妈妈刷刷吧，好不好？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没？妈妈刷碗吧。啊，还有点啊，哎呀，吃干净的哈。哎呀，吃脸上都有了。哎呀，都弄脸上去了。妈，擦擦鼻子。哎呀，鼻子上都有，好好吃啊，吃干净的哈。吃完了告诉妈妈哈，妈妈拿把碗拿走去刷刷哈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告诉妈妈哈，妈妈去刷碗啊。你轻点，别把碗弄碎了。啊，你快吃吧，吃完了告诉妈妈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没有？妈妈把碗刷刷吧，好不好？还有吗？快吃，吃完了喝点水。妈妈要走了，坐车走啊！喝点水，啊，喝点，啊，好，快吃，吃完了没有？你多长时间能吃完？啊？快吃，吃完了给我给把碗给妈妈，妈妈刷刷。啊？吃完了没有？碗给妈妈，把妈妈刷刷，还得吃啊？啊？好啊啊！大家好，吃完了没？好，妈妈把碗给妈妈，妈妈刷刷来，好吧？来，把碗给妈妈，妈妈刷刷。行了，没有啦。嗯，行了，没有了，不吃了，我刷刷碗。嗯。吃完了没有？别把碗弄地下了哈，弄地下就摔碎了呗哈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。哎哎哎！别把碗给妈妈弄地下了哈。一会儿妈妈带你走哈，你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，妈妈就给你换衣服走。有信吗？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！哎呀，好好扎好了。小白兔。哎呦，亲亲小白兔啊！啊！花朵。好，走上车，上妈妈的车。花朵。哎呀！好，走去坐车，上妈妈的，上妈妈的车，好，上车，你听不见小鸟叫，叽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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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见了？哎，小鸟在叫，小鸟叫是不是？小鸟在希娜在跟希娜说话吗？叽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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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好好走哈。哎呦，慢慢走哈，别掉沟里边哈，好，快走，靠边走，啊不，别靠边走，靠着这边走哈，别掉沟里边啊，哎呦，你看看你丢里边脏不脏死了，你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小狗的路拉着臭臭，妈妈等晒晒，脏了有水，脏了，安安，我们现在出发要去市长那里了。哎，这个热啊，车里边都烤得慌，一进来烤得慌，就得把窗都打开，太热了。我们到社长这个公司了，来，下来你自己走好不好？来，你下来走，不要怕，你下来走，来，妈妈领着你走。我们已经拿到活了，然后还拿到工资了，8万来块钱吧，8万多日元，人民币，4-5千块钱吧。也不知道是干了多长时间的，反正我也不管这东西，反正我都信任社长，
市长就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明细什么东西哈，他算账什么我就不算了，反正是他给我发我就收，也不知道是干了多久拿了这些钱，反正是一点点干吧，有时间的话就干点儿，虽说有时候累点儿，也是因为我闺女小嘛，等我闺女再大一点的就好了，就是这段时间是个过渡期吧，再有几个月我闺女肯定就更听话了，现在已经挺听话的，自从断奶之后已经晚上不起夜了，已经能睡长觉了，反正是我就慢慢干吧。这个是缝纫机的活，这次市长还说还有手工活，就是挂钩吧，往衣服上弄那个挂钩，哎，怎么我后边那个车的雨刷也得动，我闺女给我弄的挂钩，说明天能到，明天我来学一下，因为我以前做研修生的时候，以前做研修的时候，研修生的时候我做过这个内职，就是用针，就是针线活，用针把那个后领不是有个挂钩嘛，钉挂钩的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但是多少年不干了忘了，明天再来学一下，再把那活拿回家。带我闺女来了附近这个地方有一个，怎么不是小公园，是站点吧，这个站点就是那个电车的站点，然后还有很多樱花挺漂亮的，电车站，带我闺女来这个地方玩玩一下，玩一下以后我们再去超市买点东西上啊。真棒，这里全是樱花，是一个站点，走，こんにちは，啊，こんにちは，啊啊哦，こんにちは，好了好了，啊啊啊啊啊，这里啊，这有个电车站，哥哥啊，又看小哥哥了，又看小哥哥了。姐姐，啊，姐姐，好了，我们往这边走了。姐姐要回家了，这姐姐回家了，这姐姐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来电车了。电车来了，电车，电车，你去吧，去吧。电车要走了，那电车走了，电车拜拜，电车拜拜，和电车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找小哥哥，こんにちは，ひなちゃん。ひなちゃん，嗨，ひなちゃん，这里。你到处跑，根本就不管我。
こんにちは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って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ひなちゃん、ひなちゃん。手は、你手、バイバイ。哎呦，小熊熊。嗯，你小哥哥呀，就喜欢你小孩，又得去找你小孩玩。嗨，啊，汽车，有个大汽车呀。漂漂亮，这花好漂亮，樱花。嗯，樱花，你看这里还有一朵，你看，嗨，你家酱，漂漂亮。嗯。拜拜，小哥哥，可以去喜欢你小孩，小孩走了。嗯。